千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千八米嘅路程，大热系六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内栏位置黄宝啦，中间系天人合一啊，浅蓝帽亦都喺前面嗰堆咧，咁啊仲有德胜多啦，大爱当狂舞派摆前啲，内栏第五位仲有电玩时代，中间起快，出边绿色衫咧系天池怪侠啊，后多层嘅马啦，宝贤德德啦，咁啊红衫大约响个尾五嘅，后面四匹马，咁啊有超脆涉咗落去尾四啦，尾三健康在望啊，暂时电流两匹马，分别系全才同埋一只咧就艳艳元帅嚟。接近千二米嘅段处啦，前面放头嘅马见到外边位置就系狂舞派走咗上去，内栏系黄宝嚟噶。再见到第三位系天人合一，埋边第四电玩自代，第五位浅蓝帽咧系德胜多，内栏第六起快啊！再后边嘅马啦，天池怪侠咧超脆啦，尾四位置系嗰匹大热门嘅宝贤德德啦，后边三匹马分别系全才啦、健康在望响尾二，包咗落尾嘅马红衫系嗰只艳艳元帅嚟嘅。接近对面直路中段过八百米嘅段处啦。外边有马走啊，天池怪侠走咗上去啊，内栏黄宝中间第三位狂舞派啊，外边跟住上啊，仲有咧就系呢只德胜多浅蓝帽噶啦，内栏第五咧仲有电玩时代咧，出边位置仲有天人合一，中间起快啊，尾五到咧仲有超脆，尾四咧红衫红帽宝贤德德啊，后边三匹马艳艳元帅响尾三，尾二咧就全才啊，包咗落尾噶嘛，系健康在望嚟噶。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天池怪侠变奏成唔成功咧？抛嚟一个新位入嚟嘅，见到第二位就黄宝啊，外边有德胜多，咁啊中档位置狂舞派，外边追咧仲有宝贤德德啊，大外档嗰边系艳艳元帅涉内栏，仲有超脆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天池怪侠抛嚟两个新位啊，后边噶嘛，中间有黄宝啊，同埋呢只电玩时代，外边宝贤德德，内栏仲有超脆，接近终点，天池怪侠变奏成功赢啊，跑第二名电玩时代啊。第三名嘅马啦，内栏有呢只系超脆啦，出边系宝贤德德要影相啊，咁啊结果嚟到呢场赛事，呢只天池怪侠变奏成功而掟甩赢啊，第二名电玩时代，第三外边宝贤德德嘅机会啊似乎高过内栏嗰只超脆啊。用嘅天池怪侠何泽尧啊，变奏添19倍啊，最后胜出啊，跑第二名咧就抽个电玩时代啦，希威森六号嘅宝贤德德，莫雷拉追翻第三啦，第四咧就系11嘅超脆巴岛，佢又成功啊，不过德胜多唔成功啊，俾人顶住啊，埋唔到嚟啊。系啊，变奏成功啊，咁啊同好多今晚嘅头马一样啊，都赢甩咗噶。咁啊二号嘅天池怪侠啊，最后都有19倍喎，独阳。都几好分啊！咁啊，何泽尧都整翻场头马先。好啦，又睇翻第七场嘅巡逻影片啊，继续都系跑过千蚊嘅连赢位。起步一二三档就撞一撞啦，结果咧就有啲侧侧地啊，失咗啲平衡嘅。嗰只德胜多啊，焦翠就留住跑嘅。前边出咗嚟就埋栏嘅黄宝啦，中外档埋紧嚟就狂舞派啦，中间第三位就黑衫红袖天人合一，后边就蓝蓝地色帽啦，就系波件事嘅德胜多。咁啊，依家何泽尧嗰只天池怪侠咧都未摄到嘅，因为嗰只起快就顶住佢，贴栏就电玩时代啦。后一阵啦，灰马就系嗰只宝贤德德啦，贴栏就超脆，尾三健康在望，尾二就全才，包咗尾就艳艳元帅嘅。咁啊，头嗰两段步速都正常嘅，咪系去到中间第三段啦，就零零舍舍慢咗超过一秒噶。咁啊，所以你见一阵学就一转去对面直路咧，就已经移咗出嚟三碟，都开始慢慢走上去啊，都做咗一个好正确嘅决定。咁啊，结果咧就佢系踩上去。成日都話啦，一對面踩，然後殺到埋欄啦，翻嚟就唔贏都有第二噶啦。咁啊，今日佢係順利贏到啦。咁啊，其實嗰只德勝多都醒噶啦，跟住佢一齊踩。咁啊，點知咧佢又殺唔到埋嚟喎，仲要一路俾人頂起三碟。咁啊，結果轉完嗰個彎之後咧，就佢自己都個身都歪埋腳軟啦。咁啊，天人下邊就始終冇咗贏某一場貼欄咬位嘅形勢咯。咁你見到轉彎仲要散散地添啊，又估唔到喎，沙田變化地得跑馬地啲變化地又好似舉步維艱咁，見到跑起嚟，我掟咗喺出邊就莫雷拉嗰只啦。咁啊，劉志聰嗰段都仲係衝得唔錯嘅。咁啊，佢外邊嗰只就阿蔡嗰只二元帥啦，其實依兩隻都追翻唔少失地啦。不過就已經落山比頭馬走得咗咁多，咁啊，結果啊都好難改變個形勢啦。咁啊，其他就啊今日嗰只。
熱門之一起快表現又不是很特別。第七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維子曉派彩二搭七派$263，二搭六派$147，六搭七派$44。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派 A3， 其他冷門派29.5。二重彩二號七號順序派$1918。四連環二號六號七號十一號派$4717。四重彩二號七號六號十一號順序派$145758。阿寶頭關十號尾關二號派$2494.5，頭關十號尾關七號派$232.5。第二口孖 T 派$523478。三 T 今晚就無人選中勝出組合啊！三 T 安慰獎係頭關五號、十號、十二號，尾兩關都係任何組合啊！咁啊，派$195嘅。咁啊，仲唔曬啦，都有多寶。五月十八號嘅三 T 賽事將會有多寶噶，咁到時會超過150萬嘅多寶彩金噶。看看第七場的分段時間，頭段13秒69，第段22秒92，第三段25秒61，第四段24秒14，末段25秒14，賽前成時間1分51秒5。